个鸡心冰冰凉凉的，透心凉吗？这是双关吗？哎，真的耶！哎，没有人这样配很难吃啊。有关系吗？有啊。你拿起来给嘉欣看，这样看起来好吃吗？这样看起来很好吃啊。小颖看到很串的。哦，不要了，难吃死了，不要。你这样就一个一个串。忘了 PK， 谁差的比较多？你可以再对镜头说一次吗？说一次什么？刚才你说的话。快乐是自己寻找的，他不会自己来。哎，其实也不一定呢。二十三个。六七八九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、二三、二四。老板娘，你都看了两个地方，他都已经生气。到底在干嘛？老板娘，他算了。十月九号。那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烤肉。你好不，好像很不开心。哎，我等整天等很久哎。有朋自远方来，去之别院。人生不能没有酒跟打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请你讲完整。跟大家，跟大妈吗？跟大家。小俊，那个好了，给我。我谁？他吗？对。他告诉我他还没。打我。哎，我忘记了。对呀。好。好了吗？该你我玩了。是吧？哎。那那哆瑞咪，好喽。屌吗？那怎样？太扯了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玩烟火。今天有什么想讲的吗？我今天就算我输了，还是不会请你们吃蛋。干你俩鸡巴！没钱了。我靠！原本这件事情，我的裤子破掉了。可以开心一点吗？
我猪，推推。而且来这边的女生都长得很高，因为它算是一间小王美。小王美店，东西很好吃。王美，好不好？好。